哦，幼稚园小朋友要参观，有基隆园参观柳营，参观了柳营，太康有基隆场哦，深上面时代广场、市民农园，然后要去看台南好米季活动哦，柳营区公所办的呢，要去看那个彩色的稻米啊，彩色的水稻，然后走前方那条路更高一点的那个是高铁的高架路。八架桥，就过了这个前方白色的塑胶布盖的往事温室，再过去有货柜叠高的架高的高台，爬上高台看那个彩色道，里面的图案是蛋黄哥，有图案蛋黄。